店、热炒店、手搞差。是的，不呛不辣不上桌。我们每集热炒店呢都会推出这个招牌菜。今天的招牌菜呢非常的知名，大家都吃过。是什么？客家小炒。客家小炒呢，它就是肥咸还有香，然后它的特色那个魅力呢，是来自于客家人的这个勤俭持家。对对对，勤俭持家的最佳方法啊，就是开源节流。有的人钱是赚来的，是，但有些人钱呢是省来的。哦，对啊，反正结果论呢，总之都能够赚到钱呢，都能够存到钱，那是最重要的。对，所以我们今天热炒店要办什么呢？二手拍卖会，不得了。把你们家里面的好东西或者是烂东西没关系啊，因为 maybe 有比你更需要的人。对，这个英文叫做 another person's one person's trash yeah is another person's yeah life was a box of chocolate you never know what you are gonna get。另外一个人的宝物，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进行拍卖会了。是，那在拍卖会之前呢，就先跟大家聊聊，是有没有买过自己最满意、最超值的二手物品？满意的二手物品，来来来，我们先从这个勤俭持家、勤俭持家的代表，对，地表最疯癫的妈咪，哇，50寸的电视，还是很贵的品牌的最高级的智慧电视。天哪！我只花了800，它原价大概是2万多块。为什么？为什么？跟你讲，这是谁娶到我，就是谁那个命好。真的，真的。对啊，因为我就是很精打细算嘛。因为那时候是我公婆要搬家，然后他们就想要一个新的电视。那你知道老人用手机啊，用什么？iPad 他们看了眼睛不舒服，所以他们想换智慧电视。哦，那就是上面就可以选 YouTube 怎么怎么看嘛。那那时候我们这样查了一下，我公公就指定了一个那个牌子。嗯，那我们就觉得哇，这个牌子新的很贵。就后来呢，我们就找了一个就认识的，透过朋友，然后去买了一个，就他那时候当初是买员工价。啊，员工价呢就直接是打8折了，所以他买的时候是1万多，也要15000-16000。一万多，那他后来看，这个女生，他后来在家里看，她自己怀孕了，生了一个小孩之后，他奉行小孩不能看电视这件事，所以他又想把他的这个电视卖掉。所以他那时候就想说，那这个这么大一台50寸的星星的，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怎么办？然后刚好我们就问到他说，那你不要的话，可以卖给我们吗？他说没关系，你们要帮我收的话，我很感谢，我就直接给你们了。他说，但是你们运费要自己付。然后后来我们查了一下，从内湖运到我的那个婆婆家板桥，其实运费也只要800，我们就自付了800的运费，就拿到这个一年多，只看一年多的智慧。所以从头到尾，你就只出了运费，就拥有一台高端品牌的50寸电视，对，然后还送给公婆。我们来问一下 Sam 老师 ，Sam 老师买过最超值的二手？超值哦，我觉得可能人生中就有时候会不经意会失重天价。我买过的东西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哦，就是。公仔，高价公仔，对，大家会觉得很匪夷所思，怎么会买到100块的公仔？怎么会有100？因为扭蛋都60、120。对，那这个就是呢，有一次我跟我朋友呢，就是去东区的后巷那边去逛街，然后逛，然后就逛到一家店的门口，那家店的门口就是贴了红布条，他都写成就是这家店要营业结束了。东西随便卖，他都写得这么大。然后我朋友就往里面一看，他说里面好像也没什么，好像都零零散散，几乎架子上面都空了。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说，那你要不要走进去？我就走进去，就走出来就好了，没东西就算了。我们就进去，然后他就分区，他就写这边的衣服可能全部都100，然后这边可能裤子都150，类似这样子。那我就问小姐说，哎，这里面东西是全部都有在卖吗？他就说，对啊，就是你看得到，几乎都可以买，因为家电要收了。那我就说，哎，那为什么墙上有公仔？这个可以买吗？他说，哦，不行，那个是老板的装饰品，老板自己的收藏。然后我就一直问，问完之后，那个店员就觉得好像我很喜欢。他说，不，这个破破的你要哦。他说，让我帮你问一下哈。结果他说，问说老板，老板说 OK 啊，要就卖给他。结果是哪一只？是这一只？哎呦！这种有的是在那种艺术拍卖会上 art auction， 然后因为我有一票朋友是完全在玩收公仔的，然后他们就有一票朋友我是玩在收集铁金刚，我就给他看这一只。他说这只之前有人在社团上面卖到将近8000块，因为它是二手的。这个是时代的眼泪，你有看过无敌铁金刚吗？有啊 ，Transformer 我知道。真的？对呀。啊，那个是我小学的时候。卡通没有我。
我不知道 ，I don't know， 它有很多版本。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可能无意中就捡到你喜欢的东西，很好啊，就很开心，我就把它留着收藏到现在。OK， 特别要讲到丫头了。哦，丫头啊，那个这个叫做副业女王，真的副业女王、哦、不得了，因为、哦、不得了，真的是女强人。很多人都说艺人经营副业呢，四个有九个会失败，对对 对， 對。那她刚好是第十个，属于成功的那一个。她真的很成功，靠副业，台北市现在买了3间房子，真的真的，一间比一间大，真的真的。所以呢，她一定啊，对于这个理财啊、购物啊，一定很有头脑，有她的独到的一个想法。对，我觉得我最近买这个超值二手屋，刚好跟最近的疫情有关。哦、对，什么？英国的防毒面具，一起丢，买超入手。那个时候还没有疫情，你为什么要买防毒面具？所以你看我是不是未卜先知？其实我当时去的时候，因为英国那时候伦敦有一个很有名的市集，然后我是第一次去逛，然后逛的时候它就非常多摊，然后就看到一摊全部都是卖这个英国防毒面具的。这样子真的是，你为什么要买这个？有点像下一次没有用了吧？可是他们是以前真的作战，对，作战用的，然后二战在用的。鬼故事的开头都是这样，这个当时是8块英镑。买的、哦、很便宜，然后对，然后我也没想那么多就买回，然后结果因为最近疫情的关系，像类似这样的面具都热销大卖。我就不相信你出门会戴这个。国外超多人真的戴，真的。我朋友，我妈妈传给我，在国外的那个 Costco 大卖场里就有人戴这个。对，对啊，那是精神病院跑出来的。不要这样子，人家防疫，防疫很重要。因为我后来上网查，在台湾就是至少要1980以上，1980，所以等于我一差不多一折买到，所以我就觉得很超好。便宜要干嘛？对，到底要干嘛？这真的不行，因为他不能真的带嘛。他觉得古董。好了，你下次如果开咖啡厅的时候。把这个摆在店内当陈设，可以可以，你就以二战为主。对呀，可以耶，不同风格的。来看吴尊买了什么？我，好可怕呀！花10000买一条人命啊啊！买凶杀人？怎么会？花10000买凶杀人？就是那个时候呢，我先跟大家讲，我买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模型，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英雄人物，是蝙蝠侠，它是一个蝙蝠车。然后呢，我在买这一样东西的时候，是我朋友，他那时候刚买没多久，他买了将近快20000，然后他说他妈妈生病了，需要一点点钱，对，然后因为他的个性都不太跟人家借钱，所以他就跟我说，哎，就是能不能你有没有什么要不要跟我买这个东西？因为他知道我很喜欢蝙蝠侠，然后我就那你卖多少？他说卖5000，然后我就想说5000块好便宜，可是人家家里又需要钱，我说那不然我用10000块跟你买这台笔，真是善心人士，真的也算是半价，等于保全了他的面子。对，那他本来说要5000，他急需那5000。对，那你知道他缺钱啊，不如这样子好了，我就给你10000好了，买这台蝙蝠车。那因为刚好我也很喜欢蝙蝠侠，所以我觉得我买是 OK 的，刚好这个是我需要也想要也喜欢的东西，所以我就买了。后来那10000块有帮他解决问题吗？后来他妈妈的病情就有好起来，对，那他可能因为那个医药费可能也比较高，那他可能又没有保险，对，所以后来就是我后来打电话跟他聊的时候，他说他妈妈有好起来，他也说很谢谢我，就觉得这台车就是。就算要卖或什么的，其实我也舍不得卖，舍不得，蛮感人的故事、啊，对啊，对啊，来阿虎，好，我的是花1000块转大人，你是花1000块去华西街哦，这有个感人的故事，就是那时候小时候家里穷，然后有一次我发现我那个电脑就是满了，需要备份。然后我就拿，因为那时候身上只有1000块，我就跑到那个光华商场，发现1000块是买不了那个硬碟的，你知道吗？所以我就不可以做这个备份这个工作，这个动作。然后我就很苦恼。刚好那时候有一个朋友，他就说他刚好家里有一个多的硬碟，然后就是便宜卖给我这样子。我说可是我只有1000块 ，OK 吗？他说我们大家朋友这么久，1000块没问题。于是他就卖给我。然后回去之后，我要电脑备份的时候，发现哎，那个硬碟容量不足，哎，我觉得被骗了。对呀、啊，你知道吗？我很生气，你知道，我觉得大家朋友这么久，你有必要为了这个东西要骗我，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我就很不开心，我就打开了那个硬碟，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就不开还好，一开我跟你说，怎么样？里面将近200部航空版的影片，哇！当时市价一部的航空版要200块，你知道航空版的意思吗？我不知道哎、欸，那个爱情动作片、啊、那个 A 片是这样子 ，A 片有一种是日本原装进口坐飞机过来的，对，那我们就昵称航空版，哦，原版的意思，对，画质比较清晰，哦，原版。
还有分步兵跟骑兵，步兵跟骑兵的差别在哪里？这骑兵就是它有骑马，所以它是有马的；步兵因为它没有骑马，所以它是无马的。这个是转大人的意思。就是后来就是因为这个，然后我就对就体验到了一些人生的乐趣。那是你第一次这么巨量的看巨量，你知道当时一部要200块，200多部，你看还算多少钱？那你硬碟还在吗？那个东西对不对？都已经多久以前了？当然还在啊。厂长买了什么？对，我是用超值的，就是半价买到了名牌精品。怎么可能？因为其实呢，我很介意就是买精品这种东西，它一定要有产值，就之后我可以卖掉。然后呢，我那时候是在去年的时候，我在意大利的时候呢，它里面的 Outlet 价差太多了。我一个 Prada 包包这么大一个。只买2万块，而且是真皮的，这么便宜，原价大概是会是5万。Outlet 真的，所以我回来台湾之后，可以退税，对，而且还可以退税，对。然后呢，他另外一个 Gucci 眼镜更便宜，他们直接是大概3-4千就可以买到，但是这边买到这边你在那边买可能要1万多，快2万。所以我回来台湾之后呢，有人喜欢各家股价高出高一点，我就直接卖了，你知道吗？我卖了，我直接现赚大概有4万块。哇！我们今天听了大家买二手物品的这个美好的经验呢，我们的二手店的。这个二手拍卖会也要开始了，对对对对，我们要请玉林哥讲一下游戏规则。我每个人都有带你们的二手物，然后等一下会有一个那个摊车，摊车好一个车子，然后简单介绍完以后呢，我们就选定一样物品好来拍卖。那我们会有一个底标价，比方说底标是500，那就当然人家底标500，你不能喊200嘛，不行，就从500起跳。好，千万不要说500，哇，501，502，不行，10块，一标10块，喊到明年都喊不完，一刀10块，卡沙利啦，就10块、50块、100，就这样往上喊啊，对呀，就展现出大家同事之爱嘛，对不对？好，进行我们的拍卖会啦，来，我们上摊车，不得了啦。丫头詹子晴她的二手拍卖会，那在拍卖之前还是要恭喜詹子晴，好，除了副业成功啊，也刚结婚没多久，对，啊，更令人那个振奋的是，今天是怀孕第二天，没有，恭喜恭喜，不能讲了，不能讲了，第一天看到我的是怀孕，早生贵子就不用找卫生纸，怀孕受精，这是我的。一种祝福方式啊，希望你早生贵子。还是你都知道我每一天前一天晚上在做什么？对你老公会跟我报告，有群组，有群组，这里有群组，他还问我可以吗？可以吗？体温可以吗？这里问你的。对，为什么要问你？好，加油加油加油！好，早点生啦。好，那我今天拍卖端第一个东西呢，就跟这个怀孕有关。啊，好。第三个这个很特别，它是洗衣机迷你洗衣机。怎么加加加加我现在按开关了，看看什么？它是拿来洗刷具的，打开开关它就会旋转，所以它就可以洗小东西，不是像刷具啊，然后你看它就可以稍微的去那个按摩它的那个毛刷，但是它的好处就是我就是可以把一组，比如4-5个全部都放进去。谁点热炒点？我今天拍卖端第一个东西呢，就跟这个怀孕有关啊。因为我原本想说，如果我怀孕了，我要如何给我老公惊喜？所以我当时在网络上看到这喷喷台，我觉得太棒了，因为它就是这个喷哪里？它其实是一个放蛋糕的台子，然后呢，我想说放完蛋糕之后，我就这样拉，就会有东西弹出来。弹什么？我就可以把我的那个礼物验孕棒放在里面。好棒哦！对，然后后来我，但是后来我们确定今年、明年都不会怀孕，所以这东西我想说好像可以拿出来卖，因为里面可以放手机啊、放钱，就是给家人的礼物都可以用这个。正好疗愈，蛋糕不会喷到人家脸上，因为它会先挖一个洞，要挖一个洞，对，然后会弹出来，刚好在抢那些无聊的事情，好不好？好奇，我可能会买嘛。可是蛋糕是不是要用特制的蛋糕？不是，它那个蛋糕应该是特制的蛋糕，就是它中间会稍微有挖一个小洞，但是它等于弹出来的时候不会影响到蛋糕的外形，这个加分。好，第二个，这个是因为那时候情人节的时候，我就有一天跟我老公说，我想要换一个莲蓬头，结果他下个礼拜就买了这个莲蓬头给我，觉得实在是太烂了。这个什么妙用？怎么说？什么莲蓬头？因为这莲蓬头呢，它有3个头，对，然后一个是洗身体的，一个是洗头的，最重要的是这个是洗宠物的哦。然后因为之前每次他都抱怨说我不帮他的狗狗洗澡，所以他买了这个给我的意思。那你帮你宠物，还要你帮他狗狗洗澡？对，他就说太好了，
你看这样，你有了这个以后，就可以顺便帮狗狗一起洗澡了。所以这个东西我拒绝接受。那为什么可以这个可以帮宠物洗？因为它的软硬度不一样，然后它就是冲的时候，它可以这样子刷刷身体，所以这个是宠物的软硬度，这个是身体的，然后头的会比较再偏硬一点，然后它中间还有滤芯，就用久了以后，其实那个水可以过滤，对，可以过滤，它可以让硬水变软水，对，然后再來就是它也有香氛的，对，所以你洗的时候会有味道，我说沐浴香，香氛哦，会有水果特别的脸盆头，哇，那就不要用沐浴乳，那我要是你的话，这个不要拿来拍卖啊，就是把这个丢掉就好了，哈哈哈，对，第三个这个很特别，它是洗衣机，迷你洗衣机，怎么可能？这怎么想？我现在按开关喽。你看它什么？它是拿来洗刷具的，打开开关它就会旋转，所以它就可以洗小东西，不是像刷具啊。然后你看它就可以稍微的去那个按摩它的那个毛刷，但是它的好处就是我就是可以把一组，比如说四五个全部都放进去，它就会一直其实你那个刷具，你一组也是可以放在水龙头底下，对，也是可以啊，而且手搓一下，对啊，对。我知道这个是比较温顺的，就是顺着毛型，对，因为其实水龙头也可以开的很温顺，可以温顺啊。你就用那个莲蓬头就可以很温顺，对啊，还可以过滤水啊，对啊对啊，洗完之后放一点的。可爱了，你们不懂啦，它就是像办家家酒的感觉，疗愈啦。洗完之后呢，它就可以把水排出来，厉害的来了，排解排解，嗯，你看，好可爱哦，那你为什么不要啊？你为什么要拿出来拍？因为我那时候买了三个，啊，这个我想要，这很可爱哦，这可以给我女儿玩那个。洗芭比娃娃，哎呦，怎么翘起来？大家很可爱，把你们的牌子举起来。先看多少钱呗？快，你不要买就不要一。好，来，原价。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你那么累。590。笑死人，这个东西要590。人家有公专利啊，应该是专利，贵在专利。在网络买的。那我看你起拍价，我看你多敢。500。太贵了吧？你刚才用过。59还可以，低标59，我帮你决定了，可以，真的啦，可以啊，59，这个500卖给谁？89，89，89，89，89，他真的很怕亏钱的，很节俭，对啊，因为89才能把运费赚回来，你算的很精嘞 ，OK， 好来，好，来我们低标89，来请喊价，来99啦，99，来99，来吴尊109，要干嘛？我要洗粉扑，还说增加我的刷具啊？强有想法的谁？我没有，你们去洗。我很怕现在一喊就结标，是吗？刚刚没就想喊。好了，那你们要往上喊，参与一下节目。你们要往上喊的，来119，119。我觉得会结标，不要再抢了。敲三下，三点起跳。敲三下没有更高的价格，我们这个就属于浩乳的了。好，给我149嘛，对不对？149，来一声，两声。没有意见哦，强强不出手哦，买了啦，买了啦，一五九喊下去啦，那个刚好拿来洗，刚好超过，你的刷具刷具，你刚刚那个不知道哪里传下来，强强有吗？拿来洗，大老板的刷具，其他的那种有那个调料的那种刷，他说真的洗衣机洗，让他说老板的地毯多好，200块啊。200他买了，你为什么要让啊？哎，我来乱的。200块小确幸，好，那200块就是抢羊。哎，不用，没有啦。哎，那到底拿去？哎，150。你们还不容易化解心结？10块。你们还不容易化解心结？你要制造新的心结。真的。恶意气标。强强要买这个送给浩。对，我把它送给他。我买200块，我送给他。表示他有多不屑这个东西，花200送，替我女儿花200，谢谢强强，很好用，谢谢子晴，好，谢谢子晴，吴尊登场，好，换我，我们这是餐车，没错，不是垃圾车。你要这样讲，我这些东西都很有用的，是防晕眼镜。啊，眼睛可以防晕。你有晕车吗？我是一个非常容易晕车的人，我连坐火车、自己骑车、自己开车，我都会晕车。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我那时候覺得那你就是属于那个平衡感很好的，你可能小脑有问题。对，小其实小脑是只有小脑啊，还是小大脑？我觉得我大脑可能也有点问题。然后这个东西就是戴上去，
戴上去之后，它这边会有一个平衡的一个水平。它的原理是什么？它原理就是用物理的方式去改变你的视觉，透过视觉，你会觉得，哎，这个水这样跟你一起这样晃，跟你这样晃，会觉得是一个平衡的感觉。那你宁可为了平衡，然后被人家笑都没关系。可是反正自己在车内看不到。那你这个看出去是正常的吗？正常的，它就只是会看起来不舒服吗？可是它会稍微左右两边会稍微挡，然后你看左右两边其实也是会有一个水平。怎么样，玉哥？你现在看得到吗？哎。其实我戴这个真的变平衡哎，真的假的？你真的啊？你本来有晕吗？金鸡独立，哦，拿下来试试看，拿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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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吗？拿下来，金鸡独立，哎呦哎呦，好有用啊！各位朋友，哎，真的真的可以用啊！我不觉得，所以我觉得这还不错，还蛮可爱的。便宜，但是却好用，还不错，还不错。但是就是说要忍受被人家嘲笑了，因为这个反正在车内人家也看不到。对了，对了，这个也是会被人家不当使用吧？它是一个吸粉刺的机器，吸粉刺啊，吸粉刺，然后它会用震动，透过震动震震震震把粉刺这样震出来，然后它很爱震动哎，这个很会吸，然后很会吸之后，它就可以把粉刺吸出来。感觉就是业配给你，你不要，然后拿出来卖。没有，而且我那时候买是用来吸粉刺吗？为什么我会拿出来卖？是因为我下标下错。他一开始给我两个，我就给我两个，然后我看到应该要减一变的一个，结果我一次就买两个，就根本用不到。然后他就这样可以这样吸，有没有？对，吸吸吸吸吸。那你有吸过吗？自己吸过？我有自己吸过。有吸出来？有吸出来。但我有吸，不容易。是粘的吗？还好是干的，是干的。好，你要卖哪一个？我就卖这个好了，因为我就多买了一个，其他这个我都只有一个。等一下，大家现场的人对这个有没有兴趣？没关系，要不要买？等下再看，我们来看他多厚脸皮，看他底标。价钱。我跟你讲，先看原价，先看原价。来，神奇吸粉刺机原价。500啊，还可以，还可以，因为光那些马达就差不多要了。对的，还有充电，还附充电线啊。但是要考虑哈，因为这个起标价，因为要考虑到，因为被你用过了。对，哦，那个折旧应该非常惊人。到底折旧多少呢？3、2、1，100。来，喊价，来，豪儒，你有想法了？过。谁玩玩狼人杀呀 ？Pass。啊，子晴。送我都不要。哎，这真的很好用，不要看到。我有了啦，我已经有买过。我也有一次。想要不要？下一位。阿虎，来点不一样好了，来点回转。我才不要那东西，算你粉丝眼多，你试一下有用啦。我来个大优惠。好优惠。买粉丝送这个眼镜。不要，可以吧？哎，你要不要试试看？这个眼镜真的戴，我刚刚真的有想要买，真的啦，哎，你买眼镜送这个，对不对？看一下，你觉得不晕吗？看那个蓝蓝，因为它是没有镜片的，我本来有，对对，它没有镜片可以，它是一种原理啦。你的起标是100哦，100，起标100，来100，还是我们往下喊？来，你80、70，看谁愿意收，因为运费100啊，我至少要把运费赚回来。来100，来，请出价。小朋友戴起来也很可爱，人家可能不想，就100啦。好，100。哇，成交，好推销，运成交。不给含扣的机会，直接成交，就100很好。你敲了，对，我敲了，因为怕你会后悔。谢谢吴尊，谢谢。强的拍卖会开始啊！拍卖会录到现在呢，才正式开始。是，我先跟你前面会不会剪掉啊？我先跟你说，不要说我刚刚作假了，是我钱包200块，我先给丫头，是不是？哇，真的买给你的。跟你们讲，就是这个雪靴是哦，我10年前买，那时候我还在穿雪靴。雪靴，这个雪靴来讲真的质感非常好，它这个牌子，但是它有点掉，但你这个再重新刷点油就好了。这应该是在国外买的吧？对，那个是哦，那时候早期是在台湾从国外带回来的。对，这个牌子算红了，对对，算非常红。好。再来第二个是什么呢？是我的这个电灯啊，这个是基本上我到现在都放在我的床头，但是我是直接把它粘在我床上的，但它这阵子掉下来了，所以我就想说那就割爱，差一点，差一点，你是很想砸我对不对？在犯小人，可以看，然后它会亮灯哦，可爱耶，插电的还是？哎，这个如果要开那个 coffee shop， 对，没有，这个是你在家里面，如果你们大家就是跟女朋友在一起，就直接放了这个在那边，然后一个看个电影啊 ，Netflix and chill 啊，上面是什么？你都可以跳。Vegetable 是干嘛？这个啊，蔬菜啊，蔬菜啊，每次都蔬菜啊。如果是蔬食主义者，就会喜欢。
这个呢，它就是你平常放在家挂着，或是呢放在地上都好看，就是很随性的装饰。对，这个我蛮喜欢的。哦，然后再来的舍得割爱，这还没有，这个我愿意啊。这个也是平衡的，这是 party 这是什么平衡？这是我去 party 的时候，你看你穿的就很有造型，有没有？哎，你穿这样真的百叶窗，百叶窗。我觉得这个你不要卖掉，这是你的一个 style。Lady Gaga 就戴这种，你自己，如果去那种 rave party 的话，你们去戴这种都很适合啊。你看遮阳或什么的都可以。可是戴刚刚那个防晕的那个眼镜，我觉得蛮适合。我闭嘴，三个你防晕，我这个是。里了，好不好？哎，吴尊，你戴下这个看看。对啊，你戴。吴尊，你戴，搞不好也防晕光，快点。它这个里面有像苍蝇的，有一个洞一个洞。它这样看出去，它看得到的啦。看不到吧？这根本看不到。吴尊很忙吗？你还是没有问题，你这个很适合你，你买。这很适合我吗？我觉得给你添加了一种时尚态度。哎，这戴起来适合吴尊的。哎呀，上面写什么？我觉得很适合你。吴尊，你撑得起来。我觉得你可以。我觉得像这样很适合去抓鬼耶。哎，六个六我就抓了。你干嘛？你到底要不要卖东西呀？这个很好，很适合吧。基本上啊，你试试看啊，这个你好看啦，看你有没有时尚感啦。这个怎么有点像苍蝇拍呀？不会，这个好看的啦，这个是时尚的，替大家看。哎，这个可以耶，小强，哎呦，可以呀，可以吗？你穿一下，你穿就是很大吗？他故意要很大，老爹鞋的概念，穿在你身上还真适合，有那个未来感。哎，你们觉得这双适合我吗？我觉得适合，有那个感觉出门的。可是我还没有看过小强穿这样子哎。有两个都脱掉。他这个怎么有点像苍蝇拍呀？不会，这个好看的啦。这个是时尚的，你自己戴来看，你戴上去整个飞旋起来了，不一样，人的格调就不同了。不得了啦！可以，玉哥，很有年轻的感觉。你要去哪里找他？我要哪里杀人啊？你快讲，你快说！小心不要摔倒，不要摔倒。金鸡独立，哎，真的有平衡哦。我的眼镜比较好用了，你这可以拍电影了，国际大片的。这个可爱蓬蓬裙，浩如这个适合你。然后再来是这种蓬蓬裙，我女儿也可以。蓬蓬裙这个是我就是前几年去瑞福的，他们蛮流行蓬蓬裙，可是现在我就是已经年纪大了，我不太喜欢，我喜欢这种比较酷一点的装扮，性感一点。所以这个来，你们穿在看到看，我一人套，我给你套给大家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小心，可爱呀。哇，这个就是你如果在那种 rave party 的话，你上面要搭一个小的那种啊，就很好看，有没有？我可爱。但是我家里面还有用，里面会有那种电流不同颜色，但我不想卖给你们。所以你全部的东西都要卖？哎，没有，我觉得一个价钱。这个主要是这个，这个拿最没用的出来卖。这个他们刚刚说抢哎，你这个很难买的古董哎。来，拉斯维加斯招牌灯，1200元，加一千，五十，没有五十哎。五十很棒，可以。来，院长，这要喊高一点，我们再卖哦。佛心哎，来来，五十，来我先喊啊，因为我是真的蛮有兴趣的。真的很棒，我觉得你可以。如果是你的话，我搭配一个 sense 给你，因为你适合这个。加码，提高你的 sense。五十，来150。啊，你跳这么高？对，我大老板的。跳一百五，你奇怪吗？我一下就杀掉，给你们五十块。你要多少？吴尊。200。哦，来快点啊！210。210。上分10块钱，250送玉林哥入醋趴，入醋对，三百五，400，哇，想搭配搭的话解标，全世界都怕解标，对不对？来了，你看那么漂亮，哎，这个放在你店里，420。好，我觉得，哎，我是觉得这节目是真的需要这个灯，所以我们不要大家争。对对对，哎，我觉得放在这个店很漂亮。卖的挺对啊，我觉得很适合你啊。不然你我说你要不要喊？你不是已经喊了吗？你不要自己捧着多适合，你跟我喊，我觉得你参与一下，不得了了，参与一下嘛。好了，600，哇，太高了吧？没了，弟喊600。你刚不是喊500吗？我喊600，你喊600，我喊420，450。我的纯机会啦，可以这样子。你看，你配眼镜600块 OK 的啦。My God。这个就是你的，你要带回家送给雅雅，你提升了，你根本就是独占大亨啊！我跟你讲，玉林哥，你今天就 Vogue 了，你真的 so Vogue 现在。哎，你就这样一句话，你帮我敲三下来，就时钟加眼镜600，这是真假？这不是时钟啊，这个是时钟啊，那是灯，不是啊，戴那个眼镜看什么？受不了你，你都把我拿了，不是我跟你讲。
吗？这个如果放在你们的饭厅，比如说朋友来小桌，你把它打开来，人家说哇，玉林哥这好复古 ，so vintage， 只有在美国才看得到东西，怎么会在你家？因为我这一生没有去过美国，人家就会误以为我去过。你没有去过美国，真的假的？而且我跟你说，真的假的？大家以为你去过这里买回来的，真的耶？对，嗯，好，很棒，很棒。好了，那接下来阿虎，阿虎，阿虎。啊，轮到阿虎了。好物，刚刚我们侃侃那一趴是在云端，现在要跌到谷底了。不会不会，我全部都是好物，好物啊。除了疗愈之外，而且每个都有那个性实用的性价比都很高。我以为都有性安全，性价比 CP 值很高，CP 值很高。看起来都很新耶，看起来都很新，基本上是原装进口的。原装，而且又9.9分新，用心良苦，他为了争取通告，他都去买新的。有一些必须闪烁，我认真的艺人哦，好用心哦，认真认真。我跟你讲，这个当初买的时候真的很可爱。这个什么呢？猜一下，它有很大的用途。它是玩具吗？我跟你讲，这个有一些那个还没有约过会的一些男士朋友们，对不对？你带女朋友去吃牛排，对，然后到了那个餐馆里面，然后不知道吃什么部位，然后人家跟你介绍，你又听不懂。我跟你讲，这次买回去学。譬如说你现在好，譬如说你现在想要吃。那个后颈肉，对对对，那这就是后颈肉，有没有？哦，上面还有日文呢。对，日文不，还可以学会部位，这又可以提升自己了，可以提升自己。那我为了学部位，我还先得去地球村学日文，我怎么看得懂？他连语言就是他激励你学习。到这里就算，如果拿下来对不对？后颈肉对不对？你就想这样就没了对不对？很无聊，错，还真无聊。一个餐盘，好可爱哦，有没有？来这一份就是你的。我就是现代的庖丁，庖丁解牛就是我本人哦。疗愈小物，先告诉大家，这个是什么？看起来很厉害。这个很厉害，来大家猜看它是干什么的？这个应该是这是不是夜灯？夜灯会有灯，夜灯算是对的。香氛啊，打开它就是灯，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哦，它就是这样。好可爱，我好喜欢这个。然后它可以，好可爱呀。亮度，然后重点是还可以换这个。哦，这个小朋友会很喜欢。它是可以在吊篮上的吗？对，而且它可以旋转，旋转，旋转。没有音乐，没有音乐，但是我跟你讲。他音乐要 melody 音乐，好，我跟你讲，他最厉害就是他打开来，来，如果你家里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可以投射在天花板。演的好像哦，我们这里装模作样到极点，装模作样，这个真的不错，对啊，这个很棒，很疗愈。我们两个有这么入戏，还这样来，就这样跟着我们一起这样。再帮我后补那个画面哈。哇，这个棒，这个很棒，对不对？女生超爱，还有这个，这个猜猜看什么？猫咪，喜欢猫咪的东西，喜欢猫的是什么东西？来猜，喜欢猫的，喜欢猫的是什么？招财猫的那个吗？放在门口的。没那么无聊，它是有实用性的。它会叫吗？它不会叫，它实用性。哦，我知道，我知道，是不是喂那个猫的食物的东西？不是，哦，不是，来直接示范给大家看。它是什么呢？它是扫地机器人。好可爱哦，你给我也觉得蛮可爱的耶。它为什么会在原地转？它怎么不直走？哎，直走一下，哎，等下它怎么原地在转？哎，它是没有用这个布啦，因为你要放在地上。然后它真的可以扫东西吗？等下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底部。这是什么鸟啊？哎，蒸汽一下，哎，它怎么在转？它怎么没有往前走？是骗人的，它是坏掉。你这只是装饰品吧？没有，可能搬运的过程当中不小心去碰撞到。这么脆弱，坏掉，坏掉了。好，我拜托，好，拜托你，这三样当中你千万不要拿这个出来卖，好不好？应该不是这个吧？那个求求你不是不是，其实要买灯，买灯。求求你，真正主打是这个啦。这是什么？这是猫咪手掌的按摩棒。是给猫咪按摩的吗？哦，给人，你自己去玩。哎，阿伟的东西怎么都有点娘炮。压下去。哦，怎么都是小女生喜欢。哎，那不如买我的，还可以吸粉刺。哦，是不是？没有，它这个可以就是带着，就是来上。你们拜托把它关掉，我为什么一直关不掉？那灵异现象。开关在旁边。这个很适合小。这个很棒，对不对？所以这里是哎，你的东西怎么？这也是按摩棒。你要卖什么？卖这个好了，这样卖就是这个按摩棒。按摩棒，算了，改卖这个好了啦。这个很不错，我也觉得，不是，我觉得很不错哎。加这个，加这个，加这个，一起拿走，这个拿走，这个三个都一起这样。哎，不，我来，好，这是我，这是我，没有，可以卖这个，可以卖这个 OK， 但是买了这个之后，全部都要收走。我就是一组这样卖了，可以啊，一组这样，一组卖，一组要，我要，我要。好不好？那就一组，原价多少？那就随便了，原价改价钱呀，就先看原价了。原价是690，可以耶。这只是690，这个有690啊，这放电池的呢，按摩车，按摩车才600。你要是有加那个投射灯，谁要啊？大家都喜欢投射灯，对不对？走到这，好，69啦。哇，100，100，100，来来，全部啊，全部啊，全部100啊，200，200，全部200，哎，他都多少？200。
这里250，250了，来，有没有？300，280，380，350，300，300，外面有没有？外面可以吗？外面多少？直播的朋友来刷一盘汉堡，刷一盘汉堡。400，我们制作人说400。My God，有人说400，还有没有？400个记者，谁截标谁？没有，现在导播喊600啊，没有了，导播喊600，导播真的喊600。别导播抢了，别导播了，不然等下都不会有我们的镜头了。对呀，给导播，给导播，感应到，对。好，六百一。好，厉害啊！六百一，好棒哦！好，还有要比600更高的，有没有？我们给600就太贵。好了，610我给你买了。好啦，对，因为这个原价差不多600啦，但是你要高过高过，还有这个猫爪，这种猫爪基本上是穿全新，还有牛肉，还有牛。来600，玉林哥，耶！成交，成交，成交，成交！爸爸，谢谢阿虎。以前是时尚线的记者，所以他收藏的东西呢，通常品质也都很好，品味非常好的。你看这个空拍机，年轻人的东西，空拍机是不是？这出去玩的时候，空拍机啊，对，真的是空拍机吗？而且我真的啦，而且这个飞得起来的啦，这是全新的，我完全没有用过。为什么？现在怎么知道飞得起来？你们现在马上用手机上网搜这个牌子，嗯，有名的，你都可以搜到它。现在大概价格是2600，哇哦，对，然后你就可以用，你直接可以连手机，用手机控制。这个应该是去年尾牙你抽到的，没有啊？我们家本来买一个这个，然后买一个那个手持的，然后也是可以跟着那个，譬如说你就可以拍 YouTube 啊什么的，稳定器。那我们家因为本来很想要做那种家庭那种 home video， 上那种 vlog 什么的，对。然后后来我们就先把那个手持的打开，稳定器这样子，就我们发觉跟小孩子出去根本就手忙脚乱，对。你光那个稳定器这样拿起来，小孩子已经跑走了，然后你再把那个稳定器调好的时候，最近就跟不到，更不用说那空拍机根本没有打开过，因为你可能这样调好，那飞上去，我们本来幻想很美好，说全家站在那边有没有？对对对，热炒玩家，哇，好帅，有没有？但是完全没有这种感觉，因为跟小孩出去真的手忙脚乱，真的用不到，所以我们大概把那个手持的那个稳定器打开来。用了以后，这个就完全就没有再用到啊。这个是当初也是我帮我女儿买的，她也是从国外排队。美金现在是不是美金好像是卖到多少钱？我有写给制作单位，我忘记了。60-80块美金。台币现在美金多少？美金200。他这个大概是2012、2013的时候 ，Jeremy Scott 最跟艾迪达最红的那时候。然后他前面有一个这个头很大。他那时候应该要穿舒适的一些学步鞋，或是舒适的球鞋。对啦，因为要这个。那给他穿这个，这有点是就潮流啦。这个还不如买那个强强的那个雪靴嘞。对，而且这小朋友还会长大呀。对，然后他等于穿了，你就只能穿来拍照。妈妈都会，妈妈都会失心疯啦。如果有潮流妈妈的话，小孩子穿衣服可以。他在干嘛？都蛮晦气的哎。蜡烛，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买的时候就是因为自己办什么，就是因为也是那个这个我这个是真蜡的，这外面这一层蜡是真蜡蜡烛，然后里面它是你看，里面它是 LED 灯的这个蜡烛，而且它还仿真，所以它会忽明忽灭，这是插电池的。电池的，然后它就是模仿你真的点蜡烛的时候会有风吹过来这种微弱的这种感觉。这个有什么情趣可言？又不能真蜡。对，这个很重要。那个低是低要哪里啊？那根吧，你要低的话，我们一定要买那种能低的嘛，要低的啊，低温蜡烛啊。低的是低的是你要用的，像家里有小孩子的，你有火就是不对，危险。你就是有这个点了有气氛，小孩子拿起来也安全，因为它不会烫手嘛。那三样里面你要买哪样？我就。卖全新的空拍机好了 ，OK， 好啦，这个我想买，这样的拍卖机再送一颗啦，好不好？没有，但是另外两个学弟很可怜啊，送一对啦，然后送一对香香对对吧，对，三个都送了啦，香香一个留着，好，那就送一组了啦，好，一组啦，空拍机原价3000，然后我们起标价是500。可以吧，空拍机很棒，谁需要空拍机？阿虎，我觉得你需要。现在你们去找，网络上就是2600起跳，对，马上查，喊高一点，550啊，900我要了，900啦，好高，一千，1500，老师说1500，1500，1800啊，喊到1800，可以哦，1800，1900，可以，1900，1900，来，继续喊，可以，尬尬尬尬尬了。
再喊就逼近我通告费，我想一下。恭喜小佳。确定啊？没有要高过1900的吗？五出来。哎，我也放下来了。3、2，差不多了。1900。来，最后压轴我们的 Sam 老师。对，那好厉害，厉害达人。Yeah. 对，那我直接来介绍好了。现在不是很流行那个露营风嘛？是。所以大家可能去露营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有这个遮阳的帽子。哦。然后这边呢，这边又可以透气。透气不会热。这个很重要。光是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不够看。那我今天要拍的是下面这一顶。嗯。这一顶呢，比较特别的是呢，它刚刚的功能都有。哦。不过你到了晚上了，你还可以防蚊。防蚊。雪滴子。太差了。哇塞，这个不错。咬的人很好，采茶、采风，对啊，对都可以，所以就很采槟榔。接着呢，这个呢，它是一个在跟迪士尼合作的一个香水哦，然后因为这是全新的，所以它香水是长这样子，好可爱哦，小鹿斑比哦，梦幻。因为我个人有在收集公仔嘛，所以我买这个回来，我并不是要自己喷的，是因为它这个小鹿很漂亮，很漂亮，斑比，对，就收集斑比，这个晶莹剔透哎，对，所以就买了这个香水。那因为其实也没有在喷的，所以想说把它拿出来，完全没喷过啊，我以为是喷完了，没有没有喷过，全新的。那接着呢，这一双鞋子呢就比较特别，因为这双鞋子当时很红，是。那后来我就想说，那我也来订哈。后来等了很久，从国外请人家代购回来。然后因为我发现呢，我买了两双，一双在我脚上，就是你已经有了，来，我们给镜头展示一下。对，所以就不需要再第二，就是那双是全新。老师，你脚多大？脚多大？8号，我都买，我是8号。8号是。对，所以这一双就是新的，只有。落地而已，没有穿出去，只有落地而已。那露营穿，因为它没有这个也露营也没穿过。它有什么特别功能吗？它就是很好看，很时尚，在那时候。而且我觉得现在看，对，那因为它这个都是真皮的。对，因为它这个有增高效果。对，这个好适合潘若迪哦，因为他都爱穿增高。我是8号，我下来来送他。郭彦均也适合，他们都是增高一组。对耶。那女生9号可以穿8，男8吗？好像马上试啊。因为大头，因为它这个大头鞋本身你一定要买。大一点，因为它这边的楦是窄的，它这边的楦是窄的，有可能可以耶，你可以耶，喜欢的话那个阿虎会买给你，我们只要他买，哎，真的可以，那我就放心了，可以吗？哎，有点太大。你穿就故意要很大，他故意要很大，老爹鞋的概念，穿在你身上还真适合，有那个未来感。它就很特别，好时尚哦，有一种未来感。真的吗？配那个内身衣服，干脆你另外一只就穿起来啊，两只穿起来啊，对啊。我因为你们鞋子会找到它自己的主人。你们这双真的好看，你们觉得你们这觉得这双适合也好，很齐，哎你很齐。你们觉得这双适合我吗？我觉得适合。你好像赶着出门了，不是我还没有看过巧巧穿这样子哎。他两个都左脚，哎，怎么两个左脚？两个都左脚。你知道吗？我那时候请人家代购回来的时候，我只有打开来看，对，这是我要买的鞋子。结果呢，这一双我完全没有穿。鞋子真的要试穿，差点就买下来，我差点就买。你看你害人家巧巧兴高采烈在那边穿，然后我们想说，你怎么右脚穿不进去，怎么右脚大小脚？那个代购很缺德，因为有另外一个人会拿到两只右脚。不过这个事已经过了。可能代购他们寄东西回来，他放错了，然后我也没有去检查。网购要小心，我觉得拍卖会也要小心啊。他死都不说。我跟你讲，还好你刚刚有试穿，让我们大家都不知道，傻傻的。因为你买来鞋盒是这样子放的。他可怜了。他本身就很贵。你要卖什么今天？我卖香水好了啦。原价多少钱？原价多少？6000，是了是了，香水是要很正常吧？它是联名，对对对，它是起标价，起标价多少？现场都流汗了，500，好来起标，来起标，来500元，浩如你有想法了？浩如，我可以，可以，阿虎说他要，我可以，因为那个帽子可以600，我为了帽子标的，帽子真的不错，我觉得帽子真的可以买。200，你花600，外面卖200，子晴200，你买贵了，你提醒我，你外面卖200，人家这个才卖80块，在夜市，香水啊，香水很贵啊，没关系啊，我跟你讲，买一个真相600块，对啊，香水真相，好，现场我们开，打开，你扛了。
哦，等一下，快点，花六百了，来快点，我只想知道那个里面到底是不是香水。我们只想开箱，买真相。等一下，他已经买真相，他要加码了，要加码了。没有，我拿出来，这是什么？这个是万花筒。这个其实我是看你们最后标到多少钱，我要加送。这个为什么可以打开？可是刚刚那个不行。没有，这没有，因为我已经这个没有要标了。也是这样。这是我很喜欢，因为我喜欢收集。强强，这个很适合你。强强，强强，跟你衣服一样。强强，这适合你。这个是今年的。这个牌子你会喜欢。那因为我本来想说，如果你们标到不同的价钱，我要送东西送不一样。好漂亮。这个，因为我一直在收每年不同的香水，我们刚刚都误会 Sam 了，误会了啦。那你知道六百而已嘛，他讲这么难听，对啊。那但是这里面会不会装气泡水？那这个都是真的。强强，这个就是你呀，这个是今年的海报泡了，那个超就是复古的，那这个是飞行员，那这个是金砖。你来标一下吧，强强，七百块。好，金砖六百，金砖六百，七百来，继续来，一千，七百五，一千，我想要金砖的，一千来，一，我想要那个金砖。妩媚，强强，快点1500啦，强强，1500，但是买什么？我不要那个左脚嘛，一定要左脚，一定要左脚，左脚要帮谢老师解脱，真的。1500买什么？整张桌子的东西都你没有，没有，没有，要另外再看，我要看价钱。1500还有帽子，有香水，有帽子，然后我会另外送东西就对了。好，1550块啦，1550，好卖关子哦。1550，对不对？那你喊多少？我刚喊到哪里去了？好，那1550，那就2000，是不是？好不好？两个人2000，2000，我们三个人2000，多少？我要帽子啊！三个人2000，三个人2000，老师可以送什么？老师对啊，好，敲定了哈，敲定了，快点2000，三个人2000，你敲啊，来嘛。2000，那我们现在2000买到了什么东西？就是这个，然后我另外送一个，这个沐浴胶是1500。还有我自己在用的，你叫谁请位啊？这是男生的沐浴胶，你闻味道超好闻的。我这是我自己的沐浴膏，洗发沐浴胶，这支就1500。这个不错，这个不错，这个你自己闻。这样要1000块啊？1500。我严重怀疑这有挂羊头卖狗肉。自己闻。他把这个给放出来，我们以为买的是这个，我也以为买的是这个，我以为是这个，一千有挂羊头卖狗肉的嫌疑。哎，我跟你讲，真的是知人知面不知心的。我跟你讲，这样老师不行，这样子你这样子让我们很伤心。对啊，所以你这个不要你给你还给他，这个给你。你闻，然后金砖给我，金砖给我。好傻眼，好傻眼祝福大家都可以买到好东西，好，珍惜你所有的哈，拜拜。